先来一口这个毛肚，午餐肉。最近这两天降温了啊，我有五感风寒，简单吃个冒菜发发汗。刚去市场买了点设备啊，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干。准备点毛肚，然后百叶，然后咱们把百叶给它切成丝儿。用我精湛的刀工啊，最近这两天有点上火啊，嗓子哑了。接下来就是百叶，它这个百叶色儿有点浅啊，我感觉他们应该是拿一些果碱什么的洗的有点过度了。把这个毛肚也给它切成丝儿，这个丝儿尽量切细一点啊，因为它们纵向的横切面是很深的。然后咱们把午餐肉给它切成小片。其实我切这个啊，也不是午餐肉，这个是好像方形火腿肠，也叫三文治。然后一小节红薯，给它切成片。喜欢吃土豆的可以给里边加点土豆，反正这个冒菜的配菜呢，没有一定而是，没有一个定式，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就给里边加什么。这其实跟火锅是一样的。然后来点蘑菇，来点 See you tomorrow。放里边一起洗一洗，然后咱们准备一个小白菜，砍瓣 OK 完美。接下来切点葱姜末，姜给它切成片。然后把蒜切成末，OK， 一切准备就绪啊！接下来咱们开始弄，咱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油温微微热以后啊，咱们把这个，油温微微热，咱们把葱姜蒜给它下里边，炒香以后，咱们给里边来一勺郫县豆瓣酱，再来一勺辣椒酱，小火给它炒出红油，炒香以后啊，咱们给里边来半块这个火锅底料，继续给它煸炒出香味，然后给它炒香炒化。炒香以后啊，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，然后给锅里边来点水，然后咱们把料渣给它打出，先烫一下蔬菜，就喜欢吃的这种小蔬菜什么的，咱们给它烫一下，简单烫一下，咱们给它捞出，然后把菌类放在里边多煮一会儿。菌类煮七八分钟啊，咱们给它捞出，然后来点粉条、午餐肉和红薯，煮一两分钟啊，咱们把这个土豆粉什么的给它捞出，然后咱们给里边把毛肚和百叶给它下里边，大火给它烫个七八秒，咱们把准备好的这一盒给它下里边，然后烫好的毛肚百叶给它下里边，然后给锅里边咱们稍微浇点汤给它倒到其中，然后咱们把辣椒粉，然后咱们给上边浇点热油，最后来上一抹香菜，哈喽哈喽大家好，我天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啊，先来一口啊，最近这两天有点上火啊，但是依然忍不住啊，先来一口这个毛肚，这一口啊是我心心念念的一口啊，喂，该说不说啊，这火候还是恰到好处的。
我又去拿了一个，我去拿了一个可乐。哇，好吃。这个辣椒真的是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这就是我们本地辣椒的特色啊。Oh my god！ 哇，我的，爽了爽了爽了。好爽啊。虽然说不是很辣，但这个辣度对于我这个未经世事的小男生来说已经相当刺激了。哇，哇嘿，来点小白菜。我现在满身大汗。这个辣度恰到好处啊，刚才一不小心咬碎一粒芝麻粒啊，芝麻粒被咬碎啊，爆出的这个香味直接震惊这个味蕾，真是太爽了。而且吃这个超级下饭，我发现。这次来点五花肉，哎不对，这次来点午餐肉。大家菜，其实娃娃菜在冒菜中啊，真的是一股清流。OK， 感谢大家收看啊！祝所有看我视频朋友都天天开心，拜拜拜拜，明天见。